也是我属于比较桃园这边的小朋友。那么秉真呢，二年级曾经跟我求过情，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原因，所以暂时就先停下来了。那么呢，他今年刚恢复上课啊，但是我觉得他长大很多啊，不管很多方面，而且他今年又跑到另外一个什么学校去读书了，啊，到那个林口康桥啊，所以他们课业也很多。那么我觉得他所有的 forever 都，我觉得很棒，然后我觉得他长大了。我刚才在跟爸爸讲，我说我们小孩就是这样。那么今天他为我们演奏的曲目，他现在四年级了，四年级。那他为我们演奏的曲目是《幽灵进行曲》。请来宾给我们掌声，谢谢。